哇！呢個都過分喎，呢個都過分喎，唔過分，準備放棍咯喎！嚟啦，你講嘢先。首先，呢只遊戲最早係1997年發售嘅，哇！然之後佢續作喺2000年出現，個名有少少唔同。個故呢個遊戲係講咩嘅咧？係講一班男人同一班女人嘅肉搏故事。可能再深多少少，呢啲嘢都睇緊。八萬，女主角咪長頭髮嘅 ？No。係，我想問係咪卡通片延伸嘅 ？No。係咪 PC 平台嘅？有。有。嗱，追加多個提示俾你哋。最早第一作是在 PS 平台上出的 Dead or Alive No 八問男主角黃色頭髮的 No 第二個提示哦，提示這個遊戲的版圖很大下的唔係一我覺得係咁易都睇睇遊戲類型係咩類型啫㗎嚇？遊戲類型唔可以睇，唔係 V 一嘅。佢係咪仲有冇嗰啲 game 嚟嘅？呢個遊戲類型咯，係咁得嘅。咁問可以玩，可以玩。遊戲類型再俾多提示大家啦，佢係有劇情嘅。乜咩遊戲有劇情㗎？歷史有關係嘅。誒係問誒係。西方背景嘅 ，no， 真心服務商 ，yes， 哇，你點嚟一班女人同一班男人去肉搏啊？咁明顯係啊，咁係一定個係喎，唔係佢開頭嗰時候肉搏嘅，佢後邊咧就係變咗，唔係咁早出咁樣嘅 game， 1997年，係應該係叫三國無雙，三國無雙係隻抽嘛開波，2000年出現佢嘅續作就叫真心無雙，係啊，真心無雙即係 ARPG 噶嘛，所以格鬥啊嘛。你嚟啊，贏家，刺曬我哋啊！第二個問題，啲遊戲係1996年發售第一作，然之後啲遊戲講述咩嘢？係一個男人同埋一個動物嘅故事嚟嘅。咁啊，小精靈。係啊。Yeah！ 作弊啊！係咯，點解有貨㗎嘛？美女與野獸都係美女嚟㗎，佢係動物喎。美女與野獸唔係動物嚟㗎咩？男㗎，佢話。嗰只動物嚟㗎，美女與野獸嗰只。嗰只。嗰係死物嚟嘅。美女與野獸嗰個美女係人嚟㗎嘛？咁個野獸唔係動物嚟㗎咩？野獸唔係嗰啲小動物，佢係動物。佢講動物啫喎，依題攰啦，你快。唔係一隻可以睇得咁多人同動物嘅嘢啊！我係咪可以？我好唔可以拍，已經唔係拍出嚟喎。好啦，第三個問題，啲遊戲最早係1987年，屌，MSX 平台度發售嘅。哇！呢啲平台佢有 FC 版，即係紅白機版。係啊。咁咧，佢發售到最新作係喺2018年嘅。咁咧 ，Superman 唔係俄羅斯方塊。搶答佢咧，自己連翻膠紙先。我未講完，我有口水咯咁樣。咁呢個故事咧，係講一個男人同埋佢自己分身嘅故事嚟嘅。哇！咩嚟㗎？分身。分身，提問下先。即係個 game 入邊嗰個男主角係可以分身嘅。No。我記得有一個，全冇人嘅咗。你要開始提問我啦，可以。我要提示啊。隻男主係人定係獸嚟嘅？人。係咪 ？A C D 遊戲。做嘢應該唔難買，好嗎？好。發生喺故事嗰、那個故事背景係未來科幻，有關係。咁複雜嘅，我要提示，
好，再加多個提示。個故事亦都同一啲西方歷史有關係嘅，但係係嘢係一啲非正史嘅嘢，近代嘅。近代。後面嘅故事劇情係老作嘅。我幫你。No。我唔知道先。哇！幾年出魔城嗰陣未聽過。魔界。No。點會有可能魔界啊？兩張。計條數先。五十。日本公司發售嘅。Yes。幾年話？最早係1987年。要 add。B 站上面啲人去播主先得嘅，真係。有冇提示啊？有黑科技。屌你提示！好玩啊！嗰啲 game 裏面嗰啲人打開道具行天狗黑科技，就算你而家現實都有黑科技噶啦，個 VR 版咁。哦，好啦，咁啊提示多一個比較偏門嘅提示啦，其中一作個男主角我睇嘅。攞個睇嘅，消失條彩，冇，一定唔係，係一個試一張，啱啱先咪消失條彩咧，誒要彩，喂知喎，傻啊黐你哋，屌乸聲，只話我，黐自己。科技啊！其實我廢解，點解你哋永遠唔會提問我咧？咁你有方向先提問到嘅，同意 ？OK 啦，俾多個提示你哋啦。個男主角個身份係特工。Metal Gear。Yeah。第四個問題。第三個啦，第四個啦，最監係。哦，依個遊戲發售日期我唔講啦，但係佢係一個女仔為主角遊戲。注意啊，後面嘅提示你可以隨時搶答噶啦。一個女仔同相機有關係遊戲，你唔紅啲。係，我知。喂，呢個太簡單啦！呢個太簡單，呢個太簡單啦！呢個太簡單，所以頭先搶答咗嗰三位都唔使罰。耶耶耶耶耶！真咩？你懂條鐵咩零呢啲嘢？零我又零係列啊！就係講一個女仔拎部相機同啲鬼去拍蛇仙嘅嘢啊遊戲。其實嗰個旅遊冇嘢嘅。好慘啊！你都冇嘢嘅。好啦，今日直接問啦，大家先，仲想唔想玩落去？唔玩啦，唔玩啦。準備試試紙啦，已經。唔係又統計一下大家踩咗幾多張喎？我好多，兩張。我都兩張。三張。四張。使唔使特寫詩啊？哇！哇！碌實黐到太實，碌實黐唔係好粒嘅喎。哇！哦，你想填毛啫？你啲質地咁好嘅點解？你唔好兩分鐘。我下次唔同啲系統玩啦，啲系統你放嘅。喂，嗰啲齊發工具唔係系統買嘅嘛？真係啊！哇！你喺邊度買㗎？俾個連接嚟啊嘛！係咯，執兩幾盒喎，真係有毛嘅喎！你仲要真係冇毛嘅喎！哇！真係冇辦法啦，呢啲勇士嚟嘅，呢度兩張嚟噶，冇扮鬼啊！點啊，各位？撕完之後，啲毛有冇冇曬？皮膚有冇光滑咗啊？我個懲罰系統諗出嚟噶嘛？我以後唔係咁玩。正咯！我覺得一樣嘢啊，一陣間我哋執住導演，
黐核突嘅成身。不過跳有毛先，攞下啲唔靈異啊、臘啊嗰啲咩曬佢。我係唔會接受的。你唔接受都點啫？都要做噶、啊。相當於我問你啲問題，你哋接唔接受，你都答噶啦。你老尾嚟啊！可以，可以。聽夾啦，烏鴉聲。